些冷。像翻身习惯演的男人，喜欢把芝麻小事当真。其实两个人稍稍往后退一分寸，就可避免不必要的战争。再见老婆大人，我只是假装小王单身，保护婚姻像一座围城。再见老婆大人，我只是虚张声势，虚张声势要去推开城门。才达成身边的伴侣，她就是女神。再见老婆大人，我只是假装小王单身，高呼婚姻像一座围城。再见老婆大人，我只是虚张声势，虚张声势要去推开城门，我哪有这本。有个事儿想跟你说，说，啊，就是听海的那个小汽车，他现在还玩吗？玩啊，怎么了？啊，不是你记不记得去年乐乐来上海的时候，特别爱玩那个小汽车，然后那会儿大哥跟我说听海不是特别爱玩，就想让我们把那个车哪天看有。哎，张姐，啊，我就在来公司的路上，资料我都给你备齐了，行，那一会儿公司见啊。四妹，我今天特别忙，回头咱俩再说啊。哦，这么快就搞定了？啊，这签的什么？这是东西？这是啊？这费德勒吗？费德勒啊。我怎么看着像废物一个？放心，一模一样。行，这事儿给你记过。有没有奖金啊？哎呀，把年轻人干点活，不要老表工，干点活就表工，你有什么意思嘛？是吧？你活刚干一半，有什么奖金？怎么一半了？这拍子也买了，名儿也签了。你还得给佳琪送过去，啊，送佛送的西嘛。那是亲爹应该干的事儿吧？是应该我去干。佳琪他现在不是有难处嘛，他夹在我和他妈之间，他是吧，我不好露面，去吧。啊，那我看就怕碰钉子。妈，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，让你干活你就干嘛。哎，那龙小培最近怎么又不见人了？躲他前妻啊，在家办公。你还得给我盯紧点。不是，你不信任人家你干嘛投资啊？年轻人嘛，他经不住诱惑，所以也是因为他年轻，你也得鼓励他嘛，你还得鞭策他，是吧？这个抓紧啊！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？这是。你说你这打电话汇报不够，还得来找我？你想让我跟大姨谈谈什么呢？是谈不让他谈恋爱，还是要谈让他放你出去住？最好是一举两得啊！我现在隐居于闹市之中，对于外界的俗事一概不管不问。你妹妹的事儿你都不管，那你忙什么呢？跑步健身啊！快，你也跑10公里？我才不发神经病呢！上天班累死我了，你累什么累呀？听海在赵天才那儿不挺好的吗？也就还行吧，哎呀，还行就行了。男人啊，不要要求太高。可是你说这个小汽车吧，也不是多大的事，但是就是他当时没理我，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他呀，肯定是工作忙忘了，没多想。这样，那个听海那小汽车啊，我知道是个旧的，你让你过年回去啊，给乐乐买个新的。不是，哥，关键用不了那么多钱，太多了。你们在外面打工也不容易，那孩子在老家呢，一年也见不上你们几面，
怪可怜的，你就当是我当大伯一点心意，拿着拿着，没事拿着。哎呀，哥，你看，其实我们就用那个旧的就行了，不用买新的。哎，凭什么咱乐乐就用旧的呀？就买新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谢谢哥啊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要我说哈，哥，这金美人这个人，你说他宁愿把那个东西放在那儿落灰，他也不给我们乐乐玩，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呀？肯定不是那个意思。是吗？那行了吧，吃饭对不上这个嘴。吃点这个。谢谢。这父子情是割不断的，天然的。你看我们佳琪说着多恨黄宗宁，可是呢，今天还让我帮他给黄宗宁寄快递呢。寄什么快递呀？他说是球拍，我估计是网球拍吧。以前他们爷俩在一块儿的时候，老一块儿看网球，估计是给他送的礼物。呵，可真行。那你这个当妈妈的受得了吗？刚开始离婚的时候吧，说实话，佳琪对黄宗宁的态度，让我心里边还挺欣慰的。我觉得孩子懂事儿、明理，知道心疼我。后来时间长了，人冷静了，恢复理智以后，你就想，就觉得这样是不对的。毕竟黄宗宁是他爸呀，他如果一直对他爸有仇恨，这父子俩的结解不开，对佳琪的成长没有好处了。看来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喽。是的，是的，是很多余。别说，他给黄宗宁送礼物的时候，我还挺吃醋的，真吃醋了。哎呀，你可真够纠结的啊！很纠结。其实啊，所有离婚的父母可能都会这么纠结吧，又想跟前任保持距离，又不想孩子因此受到伤害，很纠结。快跑，快点儿！小汽车，你是不是在说我坏话呢？你妈妈，小汽车没有嘴巴，不会说话。听海，妈妈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们把这个小汽车送给乐乐哥哥好不好呀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女孩子都是应该坐车的，而男孩子都是应该开车的。我们把小汽车给乐乐哥哥吧。那妈妈不是也是开车的吗？妈妈那个是电瓶车，不是车。你想啊，乐乐哥哥住的离我们远，如果把小汽车给了他呢，他就可以开着小汽车找天海来玩了。嗯，那好，我以后就坐乐乐哥哥的车。妈妈，你以后就坐你男朋友的车吧，我们来比赛。什么男朋友啊？怎么胡说的？我没有胡说，是婶婶说的。婶婶说你男朋友有很高级的车。老黄，孟娟给你的快递。你说孟娟能给你寄什么呢？一根带血的手指头，一个大碎眼珠子。哪有那么大眼珠子？也没那么大手指头呀。宣战啊！
脚是怎么了？哎，你要不要去医院？我陪你去吧。没事。不，哎，嫂子，你等一下，我就问你啊，你说你又要上班，又要带听海，你是不是挺累的呀？我要赶着去上班，回头再给你闲扯啊。别，嫂子，我就问你啊，你看我这闲着也没什么事儿，要不要我定期去你家帮你打扫一下卫生？你看我打扫卫生，肯定比那个钟点工干净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家打扫卫生啊？咱俩原来都是亲戚，我真是想帮帮你。说实话吧，到底什么理由？你要不说我走了。哎，别，哎，嫂子，你看我听那个大哥说，你平时是不是不太爱收拾屋子？我是这么想啊，你看你那个你家里你是不是有一些瓶子呀、废纸箱啊什么的？我就一边帮你打扫卫生，一边就把那些东西都给你清出去，我还能卖两个钱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不方便？那要是不方便的话，就算了。我先考虑一下吧。好，那你好好考虑。哎，那你考虑好了，你告诉我。慢点啊，嫂子。离了婚的女人真是可怜。我就当帮大哥了吧。姐，好久不见了，你最近好吗？比起过去，那是好的不能再好了。你到底什么事儿啊？你找我来什么事儿啊？我今天请孟女士来，是想要谈一件非常重要的问题，请你来是作为证人。你有事儿说事儿，别说这些废话。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。不过要想谈好，还缺一人。请。我来介绍，这位就是大脸猫脸大离婚事务所的吴大律师，这位是我的证人，这位是我的前妻，孟娟。说话。说什么呀？我今天把吴大律师请来，就是要跟你谈变更抚养权的问题。黄宗宁，你有病吧？麻烦你再说一遍。那好，哎，老王，老王，你有病吧你？我没。来，喝口茶，喝口茶，干什么？闭嘴啊！你今天只有听的份儿，没有说话的权利。孟娟，你想嫁人我不管，可是你要让我的儿子管别人叫爸爸，我不答应。黄松宁，你不要在这儿无中生有。当初离婚的时候是你放弃抚养权的，凭什么你现在说要就要啊？当初是我让着你，我认为你能尽到母亲的职责。我现在没尽到吗？孩子一日三餐，他的生活起居是你在照料吗？请你不要避重就轻，你挑唆儿子和我的关系，让儿子恨我，利用儿子打击报复我，我不能再让你这么害儿子，所以我要回儿子抚养权。那你给我听好了，想让儿子跟着你，除非我死了。你别现在找什么律师，将来法庭上我都奉陪到底。你可以保持沉默，不过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可以作为未来的呈堂证。哎呀，那走了。你挑唆儿子和我的关系，让儿子恨我，利用儿子打击报复我，我不能再让你这么害儿子，所以我要回儿子抚养权。
哎呀，美人儿，快，快来，对我家，快。你疯了吧你！你有病吧你！你发什么神经啊？这以牙还牙，那秋官让他毁成那样，你看见了？他向向我示威，我就不许他践踏我儿子情感。我让他知道，我黄宗宁绝不是任人宰割的软柿子。对待恶毒的女人啊，你就得比她更恶毒。那你考没考虑过佳琪的感受啊？她都已经快18了，她有她自己的想法了。你就算把这抚养权争到手，你和儿子闹掰了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啊！我不让她管别人叫爸爸。不是，她管不管别人叫爸爸，你都是她爸爸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孟娟就想改变这个事实。你俩离婚已经给孩子造成影响，你现在这么一闹，等于在她即将要愈合的伤口上再撒盐，她怎么安心学习啊？大人这些破事儿，最后倒霉的都是孩子，你想过没有？不是你闺女啊，你就说是朋友。你闺女要把你当仇人，你就知道你对他妈有多恨。那你家丑也不能外扬啊，你找个律师来算什么？多丢人啊！没想打官司，想找个人想不想的。我让他知道啊，重伤我们父子感情，那我黄宗宁我奉陪到底。我求求你了，大哥，以后你干这种事儿的时候能不能不叫上我呀？这让真美人知道了，我又成了一十恶不赦的帮凶了。我求求你了，闭嘴，真美人。你离了婚了，怎么还一副奴才相？替你窝囊。哎，人家说对了，就这么窝囊。吓死我了！还好是个阑尾炎。所以生活就是这样啊，有些。你原来认为已经对你没有存在价值的东西，突如其来的就给你一记重创。怎么了？这生个病，还生出多愁善感来了？你前夫和我前夫来找过我了，还带着律师。他们来干什么？带着律师能干什么呀？抚养权呗，要什么抚养权呀？有毛病吧？这赵天才也来了，这个臭不要脸的帮凶。他倒是坐着没说话，我估计啊，就是黄松宁不愿意跟我单独面对面，找他来当个陪客吧。这两个人怎么这么无耻呢？要什么抚养权呀？你告诉黄松宁，他没有权利提任何的要求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您不练书法了？别跟我套近乎，听着啊，以后听海不用你接了。哎，为什么呀，妈？不是已经……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黄松林这个黄八蛋欺负我家娟儿？别以为我们家挣的孤儿寡母没人。你们听着，从今以后，听海在我那儿住，没我同意，别想见到他。不是妈，您误会了。黄宗宁那事儿我真不知道，我要是知道了，不可能让他这么干。再说了，他也就是说说，他不会动真格的。黄宗宁是什么东西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是，给孩子开运动会，谁听你的鬼话呀？你那些花花肠子，我还看不出来啊！你已经祸害我女儿一次了，你还想祸害她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啊？我告诉你，有我在，不可能有那一天。妈，您误会了，我就是为了我女儿好。不管你是为你女儿还是为我女儿。反正，从今以后孩子在我那儿，你想见他没我同意，没得门。妈，听海就盼着我和美人能一块儿陪他开个运动会，你这样一弄，孩子得多伤心啊！不会伤心的，你放心吧，你不用操心，我会让美人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带着孩子去的。哎呦，离了婚的夫妻，你还指望着相敬如宾啊？我原来呢，倒是想着。井水不犯河水，相安无事。但是现在看来，是我的想法太天真了。姐，那你到底怎么想啊？
我能怎么想呢？黄宗宁要是考虑他儿子，估计也就闹一闹；他要是不考虑儿子，那就法庭上见呗。反正现在啊，佳琪也大了，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也不是他说抢就能抢的，怎么的，对吧？你能这么想就好了。姐，你这虽说是个小手术，但是你要好好休息，千万不能大意了，别净想这些烦心的事儿，好吗？哎，这怎么能不想啊？我这一住院，佳琪没人管了。原来嘛，还想着可以找黄松宁，现在看算了。这个抚养权千万不能给黄松宁，他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？佳琪要是跟了他就完了。放心吧，不会让他得逞的。是我该问你才对，咱们大人的事儿能不牵扯上孩子吗？你和你妈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怎么又出尔反尔的呢？你别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你跟黄松宁干的这些破事儿，不也扯上孩子了吗？孟娟都已经被气得进医院了。你走，我不想看到你。月兰，哎，你说孟娟进医院了，严重吗？你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，你但凡有点良心，会干出这种事儿？孟娟为了佳琪付出了多少啊？黄松宁就是个王八蛋。不是，黄松宁这件事干的确实不地道，我也特别鄙视他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要这么干。再说了，又不是我跟你要孩子的抚养权。你以前又不是没跟我提过，这次是孟娟，也许下回就会是我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你生气，行不行？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，听海开运动会你带男朋友什么意思？什么男朋友？你有病吧？我保证你的私事我不管，但是在你把你新男朋友强加给咱们女儿让她接受的时候，你能不能问问她的意见，考虑一下女儿的感受啊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说的什么你心里应该有数，你妈都告诉我了。我再跟你强调一遍，我怎么受气都无所谓的，但是涉及到女儿的幸福我半步都不会让。你不要站在我面前义正言辞的好不好？你难道忘了女儿上次是怎么受伤进医院的？我再告诉你一次，女儿的抚养权归我，这是不可能改变的，除非你跟黄松宁一样，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，这是我的权利。一丘之貉，你们果然就是一丘之貉，滚！你跑哪儿去了啊？到处找找不着。感悟人生去了。你是拍拍屁股走了，火都撒我身上了，我招谁惹谁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这女人都一样，啊，孩子就是他们报复你的武器。一开始啊，他们用青春、美貌、爱情、肉体来吸引你，一旦这些诱惑不了你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生孩子，然后用你对孩子的感情来控制你，来奴役你。最后啊，你看大势已去了，所有的一切都控制不了你的时候，那就恼羞成怒。离婚，然后仍然用孩子来折磨你、打击你、报复你。你这说的人都会有病是吗？一个离婚的女的自己带着孩子，那日子能好过吗？图什么呀？我们的痛苦就是她的好处。不是，人家都进医院了，让你痛苦的代价忒大点。上帝，日使即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你这样不对啊，佳琪肯定更反感你。大老爷们儿，这种事儿你去道个歉呗。女人还有最后一招了，就是装软弱博同情，这招最卑鄙，因为最公平。如果男人装软弱，那得到的是全世界人的羞辱；女人装软弱，她得到的就是全世界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我龙小培咱们仨，你表面上最洒脱，其实你是内伤。我伤的最重。这儿，哎呦喂，我伤最重的就是去看看心理医生吧，我还是看律师。呸！找律师，马上气都进医院了，怎么说都是你不对，去看看去。我不去。去不去？你不去。去不去？你去。
去。还差不多。来。你看啊，又麻烦你。哎呦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那你天天到我这儿来，听海怎么办？谁带啊？交给赵天才了？怎么可能？他办出这种事儿，我早就剥夺了他看听海的权利了。别这样啊，他是孩子的爸爸。黄松宁来要孩子的抚养权，其实啊，也就是怕佳琪将来不认他。但其实孩子和爸爸分不开的。难不成他赵天才还想跟我争天海呀？那倒不会。赵天才和黄松宁不是一路人。这次的事情，他说他不知道，我是相信他的。而且他心里有你们母女俩，他干不出这种事儿的。你怎么还帮上他说话了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我姐。姐，好点了吗？姐是你叫的吗？啊，算了算了，不就是个称呼吗？来了就进来吧，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啊。姐，你刚才说我呢？说我什么了？说你是一个臭不要脸的帮凶。不是姐。那个这件事儿我是真不知道，我要是知道他这么干，我肯定不让他这么干。得了吧你，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，他可是你的衣食父母，你站哪头你不清楚啊？我是有原则的呀，姐，老黄也知道错了。老黄，老黄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你把他带来的？他就是来看看姐。我不想看到你，请你出去吧。那我也不想看见你，可是我必须得来。我不来，你们都把我兄弟当成帮凶了。妹儿，他真不是帮凶，他太冤了。我不想让他背这黑锅。再说我也不想让你们借这机会把我兄弟变成叛徒。万一他们用点什么计，美人计，啊，肯定是美人计。美人真美人吗？你有病吧？不是，那他有老黄，老黄就是开玩笑的啊！别闹了，我没闹，我不是在看他吗？我看嘛，就得好好看看嘛，对不对？那不认认真真上上下下看仔细了，那哪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病啊？对不对？啊，现在看来好像是病了，那到底是不是装的，这就很难说了，是吧？干什么呀你？我就是纳闷，他为什么这个时候病？他这么挑时候啊？再加上他一流的演技，把一个饱受前夫欺负的单亲妈妈，可怜的单亲妈妈演活了。你出去，出去，听见没有？你就是个混蛋！太太，我不走啊，我不走。给我出！装，还装！哎呀，装的真像啊！你不能换一招吗？老用这招，我早就看腻了。哎呀。妈，哎，妈，你怎么了？疼啊！是你？没，儿子。你把我妈怎么了？佳琪，真的不是，我就来看看，我没疼，我没有，儿子，他。哎，佳琪，哎呦，去不去？哎呦我去妈！我超喜欢那个限量款的。大姐，这是办公室，我上班，我工作呢。你闲着闲着，你自己去呗。哎，工作有那么重要吗？比我重要吗？你说。我，咱俩不一样，我不像你，不用上班也有花不完的钱。我不就是你的吗？说清楚了啊，你老爹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要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你不去，我让你什么也干不了。哎，你松开！你去不去？你松开！你去不去？我行，认怂去。嗯，这才是我的乖宝宝。佳琪，你不行。啊！来，你打我，不可以，来打爸爸，这是你爸爸，来打，你打，你不能打，
这是你爸爸。他不是我爸爸。这回你高兴了吧？这回你满意了吧？儿子他已经不认我了，你高兴了吧？哎，就算咱们俩离了婚，就算我对不住你，你也不至于用那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来报复我吧？那是我送给儿子的礼物，我想了好多的办法，我绞尽你证明是不是我绞尽脑汁在想出来的办法？给儿子要买一个球拍，要缓和我们父子的关系，对吧？你呢？你故意把球拍弄折了，再给我寄回来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把我对儿子的心意就这么糟蹋了？哎呀，你在这儿说一堆乱七八糟的事，我不知道什么球拍，你别在这儿。哎，那球拍是我弄断的。别什么事儿都赖我妈，不扯，那是你妈寄回来的，是我让我妈寄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用个球拍就能收买我，我不稀罕。我收买你什么呀？你是我儿子，我用得着买吗？你看，哎，儿子都认为我是收买他了。你看你把儿子教育成什么了？佳琪，你怎么会这么做呢？不管我跟他之间怎么样，这是你爸呀。我都说了，我没有这样的爸爸。你马上就会有新爸爸。孟老师，孟娟，我们来看看你。啊，哟，挺热闹的吧？这么多人。你们两口子这么客气干什么呀？佳琪怎么还不叫人呢？嗯，叔叔阿姨好。哎，你不那那，哎哎，那个你不姐，你好好养病啊。我先走了，哎，走，哎，不是，他们俩怎么两口子？我得搞清楚他们俩。走了，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来就来嘛，还带东西干嘛呢？你说你吧，我好心好意带你来缓和关系，你说你来这一出，你弄得我里外都不是人。你说你何苦呢？行了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像佳琪这样年纪的孩子呢，有点叛逆，长大了懂事了就好了。我看你现在这模样，怎么像那短信表情里边那小人？我也给你做一个表情。闭嘴！炸了！疯了吧？啊？您留步。啊，没事，我送送你们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刚才伤口拉着疼啊，我恨死他了。你不能这么说话，佳琪，他是你的爸爸，无论妈妈和他之间有什么，那是我们大人的事儿。你是孩子，不可以这样对爸爸的。我不要这样的爸爸。爸爸是你说要就要，说不要就不要的。你要是能不要，你连这个妈也不要了。我还要复习，先走了。离婚啊，伤害最大的就是孩子。我现在看着佳琪这样，经常会想我是不是做错了。啊，要不你明天帮我去家里拿几套换洗的内衣吧，还不知道住多久呢。好，这就给你拿去啊。啊，那什么，我想见见听海，我和他约好了的，还没到。
要探视时间呢？我都这样了，就商量商量吧。没得商量。你看你这人。哎呦喂！爸爸，我想你了。我也想你。爸爸，这是妈妈煮的鸡蛋。妈妈说，用这个在你的伤口上滚一滚，你的伤口就不痛了。这是我姐姐让我干的，感谢你拉住了佳琪，没有让她煮成大错。那我也谢谢你帮我煮了。哎呦，我还有好多活没干呢。天海，给你爸爸揉眼睛。好嘞，我要当小护士了。哎呀，小护士。小护士妹，来一个。孟娟，哎，有人送花给你。送花啊？嗯，谁送的？一位姓黄的先生。姓黄的？嗯。那麻烦你帮我把它扔了吧。这么好的花就扔了？人家要是喜欢就送给你。这，那谢谢你了。喂，你已经把我送的花给扔了吧？我早就了了。你要是知道，以后就不要再拿这些事儿来恶心人了啊。嗯，行，我就想跟你说句话啊，球拍的事儿你是个误会，那天我在你面前就像个小丑，让你看笑话。这有什么笑话看呀？老话说有因有果，你这就算是自食恶果吧。这果的确是说不重，你必须要自食恶果。不对吧？我一人也种不出果来啊。行了，我不想多说话，就这样吧啊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没想告诉你。自食恶果，自取其辱，自讨没趣。我事先声明，我们家乱归乱，但是没有那么多酒瓶，废纸箱倒是有几个，恐怕你会失望的。哎呀，嫂子，你看你说这什么话？就算是没有酒瓶，没有废纸箱，那我打扫一下怎么了？我能少块肉吗？是不是？好，那谢谢。哎呀，你真是跟我客气。虽然说啊，你跟我哥离了婚，但是你怎么也是我侄女的亲妈，咱们就还是，这肯定比外人亲，你说是不是？是的。等你打扫完，你把这钥匙记得放在保安亭。好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肯定比钟点工打扫的干净啊，嫂子。不能玩这个啊。啊，好了，你让我给你拿衣服。那衣柜第几格啊？不行，那除了衣服呢？嗯，好嘞。小姨，我来给你妈拿点东西。客户说要做一个欧式的，你就给人家一个欧式的。欧式的谁不会做呀？要为什么人家买咱们？赵哥，走。你还记得那个 JTC 的吴总帮你出设计稿那个？记得呀，设计稿给他们了。咱们这回让人给玩了。玩了什么意思？那吴总人挺好的。好什么呀？他们最近办了一个什么项目启动发布会，我说去认识媒体的朋友吧。结果那设计稿一出来，我一看是你的，我还等你上台发言呢，结果出来是一老外，我当时都凌乱了。不是这事儿，老黄知道吗？还没跟他说呢。你说这么大的公司，怎么能干出剽窃这样的事儿？
抓紧和他说吧，早做打算。行。哎，你别叹气了，叹气也没用呢，你赶紧想想办法。哎呀，我都愁死了，这孩子大了，你说也不是，不说也不是。不过好歹佳琪是个男孩啊，你说这要是我们家听海长到十三四岁一早恋，我这个头发不得一把一把的往地下掉啊。这跟男孩女孩没关系，男孩也让人愁，马上要中考了，他要是关键时候出点什么问题，这……哎呀，你别烦了，我给你削个苹果吃啊。哎呀，我哪吃得下去啊，没心思。要不这样吧，让他住我们家来，我给你盯着他，或者让我妈盯着也成啊。治标不治本，他这么一个大小伙子了，你能天天盯着他？再说了，他也不会愿意去啊。就是因为你这一住院，这孩子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。哎，要不我找他们班主任去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跟你说，佳琪现在可叛逆了，说什么反什么。你要真找他们班主任呢，我觉得可能还适得其反呢。可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我们总不能找一个私家侦探二十四小时盯着他吧。哎，想来想去只能找他爸了。黄松宁啊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，前两天他还正抚养权呢，这两天你把孩子给他送过去。再说了，他们爷俩那天那样你又不是没见着，怎么可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呢？不可能也得能，正好趁这段时间让他们好好处处吧，毕竟是父子。说实话，我挺不愿意看着他们现在这样的。我给佳琪打电话，就算是我求他，他应该能够答应，算是给他妈省心吧。哎，电话呢？你打吧。早晨一起床，四周空荡荡，没有你做的早餐，我饿得心慌，这就是我要的自由吗？谁说一个人的生活像刑满释放？独自逛商场，怎么很紧张？没你陪我，这么多东西谁来扛？这就是所谓的快乐吗？谁说一个人的生活像中了大奖？我们还是在一起吧，距离再好你也弯不到八十八。厨房、书房、新房、银行都归你了。脚踏实地的日子才是幸福的精华。我们还是在一起吧，我的厨房、书房、新房、银行